まあ、プロ野球ってあのファンがあってのプロ野球だと思いますんで、まあ、こうやって立派なドーム球場もできましたし、より一層のね、あの台湾のプロ野球の発展を僕はお祈りしてますし、これだけね、あのたくさんの方が来ていただいて本当にありがたかったですし、もうぜひ球場に来ていただいて、そうすれば選手もね、やりがいも全然違いますし、生で見る野球をね楽しんでいただきたいので、ぜひ台湾の、ね、プロ野球盛り上がることをお祈りしています。はい、すごいあの台湾のファンの方の、声援というのは日本では感じられないような、応援だったりとか、すごく、初めて体験することが多かったので、そうですね、ヒット一本の盛り上がりとかの、あの歓声というのはあの今でも耳に残ってるぐらいすごかったなと思いました。本当 WBC の、あの歓声に似てるようなそれぐらい大きかったので、なかなか、本当にあの国際大会を、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ぐらい歓声大きかったですし、日本では弾けない音楽だったりとか、チアのダンス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いあの、まあ、投げてるのにはあんまりね、僕に応援してくれてるんだぐらい思って、頑張りました。はい、なんとか、はい、押されてよかったと思います。我想这件事情哦，站在是第六届的七月半，其实希望说很多事情在条件上能够实现跟我们讲。我们也没有那么在乎这一点点的这个营收分润，他们到底对公司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可是对于整个我们在主观上的认定，然后包括球迷对于三上的认知，我觉得跟市场上有很大的落差。那如果事前能够跟我们讲的话，我们在承接类似的活动的时候就有一个评判的标准，所以包括这件事情是谁来认定，标准是什么，那未来在认定之后我们还有没有可以说申诉跟说话的机会，所以完全没有就是一纸公文来跟我们讲说这一次的这个赛事的标准认定它是不符合国际性，不符合职业性，不符合全国性。那未来如果类似在这样的比赛，那我们也大概了解，原来这个是官员的认知就是这样。那其实，在未来还会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大型国外的职业的邀请赛，是不是也都一体适用这样的标准？那未来还有包括是热身赛，它同样没有所谓的职业的排名，也没有所谓的积分，也不是所谓的正式赛，是不是也类似这样的标准？未来明星赛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标准？那如果是的话，要提早让我们知道。才能够作为未来一间企业承接与否的一个评判的依据。我想我们要求的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今天巨人队来，然后由中华职棒联盟邀请他来，他觉得不具有全国性、企业性、国际性，那我们就尊重。那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哦，未来这样的认定标准是市政府这些官员所认定的标准。OK， 那我们接受。第一个，我们是场地方，我们不是主办方啊，因为主办方可能是。中华之棒可能是这个棒协等等，那我们是场地的租赁方嘛，那但是他所谓的抽成分润是跟我们收啊，所以我们要怎么去跟主办方来做谈判的依据，然后先把条件让我们清楚。假设未来类似这样的大型的国际邀请赛不属于这个符合打棒球的标准，那我们就了解了 OK， 那以后类似这样我们就来做评估的依据，我们也会跟主办方来讲，那市政府的认定标准是这样，那你如果还要来办，
那可能在条件上会做什么样的协商，应该是不来谈。对，热身赛它同样的，它也不具有这个正式的赛制，明星赛也不是正式的赛制，它主要在它符合国际性、市场性、职业性跟公益性嘛，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要认定它。如果它是认定哦，也一样不符合，那同样我们作为场地方，我们要跟主办方声明，我们所办的这些赛事不符合职业性、公益性，不啦不啦不啦，对啊。